人气偶像组合 BigBang 20号在首尔上岩洞世界杯竞技场举行了出道十周年纪念演唱会 BigBang Ten The Concert O210，并分享了出道十周年的心情。21号 ，YG 官方网站公开了 BigBang 十周年的会参照，照片中 BigBang 成员们与杨贤硕代表以及许多朋友一起享受着派对。据统计，演唱会现场共集结了65000名粉丝 ，BigBang 连唱多首经典歌曲，使现场氛围达到了高潮。成员们各自也展现了不同的 solo 舞台。演唱会中，成员 G-Dragon 表示，在进到YG 娱乐这个公司之后，每年8月我常常只记得我自己的生日，但后来比起我的生日，歌迷与成员们更有意义，我很幸福。10年过去了，10年后还能再见到就好了。成员太阳表示，谢谢大家让我们在这10年之间能站在舞台上为大家歌唱，我们也正对 BigBang 未来的10年做讨论和构思更大的蓝图。成员大声说道，昨天彩排结束回家后产生了很多想法，最近真的很幸福，因此最近不断说了很多感谢的话，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度过这10年，以后我们也要继续一起走下去。此外， BigBang 的大规模十周年纪念演唱会不仅汇集了韩国粉丝，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粉丝共襄盛举，在炎热的8月，微信场气氛天增得更加火热。